组就是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今天都很安静，我也很安静，所以想说我怕大家觉得孤单，还是在情人节的最后来跟大家聊个天呢。Hello， 大家情人节快乐啊！Hello， 初五快乐，就故意不讲情人节快乐是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板哭泣的表情？哦，杨逸轩你在哦，生日快乐！但好像，反正你距离你生日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嘛，先不要吵。哎，我的邦邦来了。我们是应该跟邦邦来视讯一下，不是，就是来直播一下。我可以邀请邦邦吗？看一下哦。大家情人节快乐 ！Hello， 嗨，你也在外面啦？对啊，我在外面，我在一个小小的公园，然后刚好这边有光。啊、哦，我也是在一个小小的公园旁边，这边刚好也有光哎、欸。哦，真的、哦，这么巧啊？对啊。那如果我在情人节这天许愿，大概15秒的时候可以看到你，你会出现吗？15秒？好啊，那有什么礼物吗？什么礼物吗？就你出现再说好了。出现再说是？对啊，15秒。人家不是说、啊、一喊你的名字，对着星星喊名字，然后就会出现在身边。哦，看一下，现在新一区旁边，我看哪里有新区？哎，怎么办？好像没有。好，来，5秒时间，5秒是。好，你要开始倒数，开始计时，1、2、3、4、5、6、7、8、9。10、11、12、13、14，来会叽。完了，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好。15秒。有，到了。耶！ Hello， 大家好。下面讲说，原来我们是多余的。原来我们是哦。你说我们公众放闪这样，然后他们是都还好吧？那今天不是就情人节吗？对不对？对啊，小暑没有到。那今天有没有出去哪里玩？今天初五也是情人节。我跟你讲，今天塞爆。对，我们今天历经了崩溃。Hello， 哎，那我不对，我关掉是不是就全部都没了？我们要怎么是主办？还是还可以？两个真的还是不太会用这个。哎，等一下，我们先祝杨逸轩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对，杨逸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他说不想看人放闪，拜拜。喂，我们祝你生日快乐！对啊，哎，情人节生日好特别哦，真的，蛮就可以一起过。啊，可是这样对我来讲有点不行，我不能接受。对，我就是每个节日都要过到的那一种。没错。我看一下我的。好的。我们的背景好像蛮明显，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兴趣，但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努力遮好。整个公园都没有人吗？我们跑到比较，其实我们不太敢在大庭广众的地方直播，嗯，对，所以我们就跑来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对我耳朵超红的，因为我们刚刚想说我们要玩这种烂梗嘛，然后想说还是玩一下好了。你们做了什么？就情人节能做什么？就差不多那样子吧。今天去约会行程啦，对。居民会不会觉得公园怎么样？你说瞬间整个台北如果用那个 Google Map 看公园，整个就是升这样的一个大量。等等，那回谁家继续过节？我告诉你，今天初五的，明天就要开工。对，我们好像会，这可以讲。反正我就会有工作应该还好吧？我们两个明天会一起开工，这样算是蛮好的，对啊，蛮好的开始，不会爆，没有爆雷，没有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反正就我们明天会一起开工。你们这样，你看他们这样什么舍得抛弃他们去看告五人？什么告五人？没有暴雷吧？我们一起开工很合理啊。对啊，就我们会一起开工，大家一起开工吧。一起开工。那你说明天吗？明天就 VIP only。VIP only。要开学了哦，对，哎，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学啊？要不就明天吧。我知道明天是开工日，但我不知道开学是不是也是明天。往后一个礼拜。就开工。哎，你有过年的时候有刮刮乐吗？没有哎，没有玩刮刮乐。我有刮。有吗？有中？没有中。但我发现我好像把我的那个财运，就是因为那时候古宅群组里面。他们就讲说，我就说哦，我是大财神，然后大家就说哦，看了我的脸还是怎样，然后就刮刮乐，就刮了什么5000啊、2000的，真的哦。然后我就想说，好，既然是这么神的事情，我要自己去刮一个。哎，我共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把财气都分给他们，不然呢？因为你没有看着你的脸刮。你说人家是看着你的照片啊，合理吧？所以你没有看到这个像啊，而且就没办法吸引才哭到你身上。哎，你看我有2000中5000，然后你看舅也说我带着古宅大财神去买刮刮乐中了，然后我自己没有，对我没有看着我自己的脸刮，气死哎！那其实就不用拜那个五路财神，就拜你了吧？不要！五路财神，我还是很尊重你。对不起，对，我们要参你工作，谢谢你。好害怕。就是大家过年应该都有去庙里面走走。我还是偏那时候我们好像在那个什么，在一个那个专访的时候，我们有讲我们过年通常往年都做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还是。习惯会在初一穿红衣服啊，然后去走庙什么的。那你今年过年还有去冲浪吗？这么冷？今年过年有，昨天，今年第一冲，也是新年第一冲。但昨天还好，因为这3天刚好回温。嗯，对，所以有太阳下去比较不会那么冷。当然还是要穿防寒衣了。真的是太可怕了。还是很疯哎！过年去冲浪，我之前是我记得初一我就冲了，新年第一天就冲，然后就被我妈念，我妈说：“我让你当鬼年啦。”哎，会有这个说法吗？可是如果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你在过年你就遇水则发。对啊，我是这样想哦，对不对？我这样遇水则发，对不对？过年直接大遇水则发。他说 V。BL 番外篇，日本也能看到电影院，这是哦，这个好像我不确定哎，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应该官方会有他们同乐的方式吧。后面有人，屁啦，在那边骗，而且啊，后面有人，吓到，我真的吓到，好多水。没有很多水，看起来你们在外面直播不冷吗？今天还好，还行。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外面都还没有到多冷。今天其实你有太阳的时候蛮热的。就是这几天天气好像都这样。大家我刚刚走过两组情侣哦，怕屁呀，我们比他们闪吧，目前。后面灯一闪，因为看到我们太闪了。对啊，就是他根本拼亮度。没错。明明自己有点害怕，然后还要讲这种很可怕的话。我们在韩国比台北还不冷，韩国比台北还认真。对啊，感觉韩国现在几度啊？应该个位数吧？我不知道哎，但我觉得韩国感觉超冷的。哎，但是我自己。我这一次去日本，滑雪。我那时候之前有去韩国，我发现韩国真的比较不会冷。为什么？其实日本跟韩国我也都去过，但因为我去韩国时间点不是冬天，所以好像没有体验到他们的冷。然后你说你觉得韩国比较不冷啊 ？Sorry， 我那时候是秋天去。谢谢这个话题结束。而且我就在想说，哎，对啊，那时候我觉得，但是他们早晚发大。对，他们那边也是偏冷，画面一直在闪，什么意思？是我们吗？还是等一下，那句话是开玩笑还是也是没有 get 到哎，偏笨。我们来看大家聊什么轩儿，对，突然要跟大家直播，还是有点小害羞。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又更像了？有吗？酵素哎，湿度的关系。好，我们现在直接又变科普。等一下大家有，我们再玩一个那个好了。你说传说的？对啊，好啊。就是我们，因为我刚刚看到我那个下面的这个地方有那个有人想跟我们一起直播，所以我们现在就随机开始。你想要跟我们聊天的，你就来。跟我们直播，还会不会踢笑？去日本要带玄宇去滑雪吗？当然带了啊！我这次已经把那种基础的学好了。对，所以没有，因为我们他那时候说他要跟萧红去滑雪，然后我就想说哈，然后他说那你要学吗？而且你们在台湾有先学对一些对，然后可是因为就。我真的没什么兴趣，然后我想说，蛮好玩。对我到底去那边要干嘛？所以就后来他们跟他们朋友一起去，然后去完之后，他回来他就整个很开心的觉得说，他已经把他可以教人，他可以教就是不会的人了，所以就看看。好，那你抽一个好了，有没有想抽谁？可以抓出5块了，出5吗？那就第5个啊，第5个，1、2、3、4，哦。我按喽，初五快乐，有人吗？你说你喜欢哪个国家 ？Hello， 哇，我被吓到，我今天才刚刚有私信你，私讯谁？私讯生日？私讯我吗？我。还有私信你，我说我刚刚买了机票。买机？哦，我知道，你要从吉隆坡然后飞来我们3月16号的见面会，对不对？对。哇，好吓到啊！突然。期待可以见到你，但因为我们的那个3月16的，就是番外篇一起看，好像他们说是要。我不知道，就是官方竟然说要定，就是100个人，哦，他是才对，所以我们现在还91个，还差9个，对，所以如果对，所以我就说应该有点难了，有点难见到你们了，所以我就哎呀，然后我说，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如果我在里面见不到你们的话，你就出来吧。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举办成功的，对，我们一定可以。行。可以，我去接你们，我绝对会去接你们的。好的，从吉隆坡来。那拜拜，陈巴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情人节快乐哦。拜拜，拜。可以的，我们可以的，一定可以的。这9个，不知道大家有领红包了吗？我说，大家领红包了吗？如果领了的话，就大家红包。你可以的话，对，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拜托支持一下，我们满100个就可以开，跟大家一起看那个番外篇。好，那我们再抽，也想要抽水嘛？抽一个。就抽了一个，再去买一个。好了，我今天真的是初5，对不对？初5我们就抽5个好了。好啊。嗨。噔，我后面超乱的。没关系，我们后面也很乱啊。Hello。你们不会冷吗？是没有。不会，其实不会。对啊。哦，给你看。看什么？向日葵。哎，就是满满向日葵阳光的感觉，是不是？没错。哦，那个都是画日，我以为真的有。他挂了一个挂布啦。挂布。我们要不要研究粉丝的？然后打开后面挂布，挂布。哎，很棒哎！这样子好像起床每天都会有很正能量。对啊。就很开心。对，没错。你们可以唱歌吗？在这边唱歌会不会很尴尬？就是新年到，噔噔噔，不是，太像了。我要唱歌，哎，很尴尬。第一曲啊，不要，哎，好尴尬。我好像我觉得我。那换古老板唱歌，上次没有听到古老板唱歌。古老板唱他会杀了你。你真的吗？古老板是需要练习型歌手，就是对，我们需要给他316还是220听得到吗？316还是220？220我不确定，现在安不安排的进去？但是316的话，我们至少先取到可以办的门槛，我们再跟一定可以的，再跟乔姐好好的争取一下。哎，对啊，今天乔姐是摩爹嘞。有，我刚有看他。谁叫的？乔姐可以 say hello 一下吗？如果你在的话。姐姐，我们的大股东。好啦。你们要穿保暖一点。嗯。然后。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也祝你开工，应该是开工了吧？开工。明天开工。开工快乐，工作顺利。你们也辛苦了。拜拜。这是第2个。哎，好好玩哦！跟大家这样聊，好开心。换你抽一个好了。哎，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103那个。这个。对。Lawrence。噔。Hello。不可能呢！抽到你了！要修啊！天哪！要修哦！哦，好害羞！天哪！因为情人节没情人啊，当然是初5快乐。哎，好，那我们就祝你初5快乐！天哪！哎，玄宇，上次你收到我那个简易版的15秒，你觉得可以吗？简易版，这说的是简易版15秒是什么？素描，简易版的素描，简易版的素描，就是的素描，等一下，最终回的时候，哦，最终回，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就是古老板做菜，然后你后包的那一个画面。从后面包。古老板做菜，我从后面啊，你说我生病的那个吗？那你还会再画新的吗？好像会耶、欸，那时候还蛮赶的。这是什么预告感？好像会，比我们更会吊别人胃口。我也会啊啊！好啦，希望还可以再。其实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粉丝，大家真的是水准能力都偏上，真的。就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一直收到大家画画，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手作能力好强。你们真的，我本身，你们到底都在干嘛？你们油画，这是我油画，是我自己画的。哇，那他是画哪里？就是基隆的那个深澳渔港旁边的象鼻岩那边。哎，黄承邦可能会跟你买哦，他那么爱海。哎呦，可以啊。哎呀，好厉害哦，好厉害，真的。还是很疗愈的东西。对啊，旁边还摆一个光明灯。现在又在得口了。是不是你的财位？对，我想财位上面要灯。对，财位要，我们两个也是迷信宝贝，所以对啊，财位上。初五迎财神嘛，要点好光明灯。没错，噔。好啦。天哪！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没有，他说不，他对，他说要祝他初五快乐，初五快乐，大家也祝快乐。明天开工 fighting， 加油！好啦，拜拜。再找下一个。好笑哦！真的，大家好会画画。然后就是你要跟大家，真的，大家每个画的都是有在水准之上的。然后大家还很谦虚讲说，把你们五官画的不太好，什么都没有，超强，随便来个，这个，算，初五大家一起快乐，开工快乐，嗨天花板 ，Hello， 嗨水日，嗨城邦 ，Hello， 新年快乐！有没有？我上次被城邦翻牌，因为玄宇的爱心的照片。再说一次，是我们刚旁边的放一声。玄宇，上次城邦有翻牌，就是上次我拍玄宇的那个爱心脸颊的照片。啊，对，我有看到。对，然后之前就是刚好中印去的时候，就是感冒，所以没有跟你们讲到话。爱心脸。对，没关系，我们应该还有机会会再见面吧？有220跟316应该都 OK。那就等你，我们再见面，身体好起来。有，现在非常 OK。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环节，如果没有环节，拜托你就在你的座位上面大喊。大喊吗？这样不会太丢脸了一点？交换对，然后到时候。一堆声音，对，换书展，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很吵，然后叽叽呱叽呱。但我觉得大家都蛮可爱的，对啊。那你应该也是明天开工吧？我现在没有，休息，没关系，先好好休息，然后很快就会可以找到新的工作。对，身体要照顾。OK。没错。OK。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期待书展。那我们先跟大家，我刚抽几个，4个了。哦，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了。那我们先来再看一下大家聊什么东西。都跟玄宇看齐。玄宇是家里人吗？对啊。对，就是如果你有看我的 IG， 应该会知道我过年有回家游，然后还有公司安全帽。大家都你看又在那边说，我画的真的很丑明明就是好好看，很厉害啊，不好。对啊，不会画画也没关系。我发现大家就是，反正我们各种，大家做应援也做得很强。我们那时候收应援小的东西，对。然后我们两个回去研究，发现说，哇塞，就是大家是真的美术系哦，好强。书展不能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活动。对，我们也努力的有产出更多可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好想见你，好想见书展那天哦，对，书展那天其实是平日，就好好上课，不准翘课。调价成功，哇，220件，好，恭喜你，因为要上课不行，先把书拿出来。书展我直接，这个书展我直接翘课去骂他啦，快点骂他，现在骂他，全部不要啦，不要翘课啦。不可以翘课，就是对，就是你有正当途径，你可以请假，但你不可以翘课。对，希望 V8 可以来香港。股东，麻烦了啊！我们还想去好多国家哦，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公布我们要去，这个憋很久。对啊，就是我们都有在规划。就是都还没有确定一半。对，其实我们对啊，因为有的时候规划会有好结果，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去。那我们也有遇到可能我们很期待的活动，然后后来因为别的因素就导致后来活动取消，或者我们没办法去等等，所以我们也很难第一时间我们知道，然后就跟大家讲。对，当然就是如果有确定的，我们一定会。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定是会在第一时间不影响整个流程之下让大家知道。因为有时候也是要保留一些神秘感。对，真的暴雷席位，真的这名字拔不掉怎么办？我们头上这东西要不要帮我们移开一下？就是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日本见。对，日本那周好像是黄金周，我有看到大家说机票很贵。对，但就是大家依自己的经济能力许可啦。就是我一直希望大家，不管是来跟我们见面，或者是支持我们，都是以自己可以负担的状况下去理性追星。没错，赞。好啦，最后一个是不是？好，我们来抓最后一个。那你给你。好，我就停在在这个嘛。刚刚这个。那这个林子晴，我不知道那谁，我不知道我们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按照，有了，有 ，Hello， 我天花板 ，Hello， 那幅画是山水画吗？后面那一幅画吗？古阿贝又看到那个画，荧光 bling bling，Hello。嗨，怎样？不敢相信，要不然你们在这边配个不敢相信。好吓到！拜托了，大家敢按那个邀请，就是我们也是，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呢 ？Hello。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截图吗？可以啊，那我们让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跟我们说，那你自己解。谢谢。对，我也看他的那个脸有 bling， 就闪一个亮灯。好可怕！请理性，理性。来，15块快乐，要祝你情人节快乐吗？可以。情人节快乐，谢谢。那我们会见面吗？未来？应该有机会的话。好，我最喜欢这种开放式答案。好的，有机会的话，没问题。希望我们有机会见面。脸红。是说他吧，应该不是说我们。我们两个没有脸，对我们两个没有脸偏红。好啦，希望有机会可以与你见面，然后要开工还是开学？开学。哇！我今年5年级。5年级。对，5年级。哇，大学5年级嘛，开玩笑的，对，喂，喂，技术5年级，哇，我们的粉丝年纪群是好吓到我大吓到，5年级，好啦，快乐快乐的生活，哇，5年，对你已经5年级，然后现在就是突然要告诉提醒他现实，因为这6年级之后你就要考那个什么东西啊，会。 会没有，机测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哦，我们老了，我们那年代是哦，对，会考他们是会考，对。那我们先祝你会考加油，好不好？对，加油，会考加油，加油，谢谢。然后那就祝你开学顺利，开学快乐，5年级快乐。好，那接下来一切顺利，顺利顺顺利利，顺顺利利。 顺利顺利，尽力尽力。好啦，那你早点睡啦，这时间应该该去睡了吧？5年级的孩子，等一下，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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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才会考啊？哦，所以那国小对耶，国中我小学。 学生国中是直接对耶，我还跟他讲错，那我干嘛知道他会考顺利啦？那是他好在4年后的事情。这2个哥哥要对那时候他，然后他刚直接给我跳3级，直接笑死哎，笑死哦！所以国小生国中是就是sorry， 那个刚刚的那个小五的美美就是学业顺利。 考试加油 ，anything 就是期中考、期末考。然后为了3年后的会考加油。4年后。我们刚刚是提前祝你4年后啦。4年后加油，考上你理想的学校。好尴尬啊，笑死，笑死。哎，但我好像知道，就是距离会考好像剩90几天。哦。哦，因为我有一个堂妹，她要会考了。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 再看哦，5月要会考了，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要会考的同学，然后你还在看直播的，会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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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顺利的，我们尽力在这边，祝你顺利。5月还要考统测，哇！好啦，就是新年就是祝福各种大家都可以的，然后反正你们5月会考嘛。 4月会去日本，对，这样要让人家考试吗？就是你好好的准备会考，就是毕竟会要参加会考的，应该都还是在台湾嘛。对对，那所以不知道敲碗一下有没有台湾场的见面会，突然这样说。然后考完后，对啊，如果是台湾场见面会是在会考后，还是那个什么统测后？对，7月还有分科，等一下，为什么那么多考试？考试考不完哎，脱离太久了，对，然后就完全忘记了我们当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来，对，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对，那就是你要会考的同学，你就好好准备会考，不要来自卑。对，那就是。 我们也希望可以赶快有其他见面会的消息，但我们真的自己也还不知道。我真的我没有爆雷，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都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期待喽，期待。马来西亚的粉丝默默路过，嗨，马来西亚的粉丝。 说，请问陈芳可否回复以前每个月直播一次？哎，很累耶。哦，我之前在每个月直播一次。那时候对，那时候应该说那时候才开始在这一行工作。算也不是啦，就是其实那时候算是觉得，哎，就是我一个月跟大家聊天，对。 我有看过一些小片段，就是我还不认识他，然后要想要更了解这个人的时候，有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看他直播，他直播吃东西啊。然后还有我那时候还把小红抓进来直播啊，真的、啊。对，就我这边播一播，然后小红就一起跟我这边聊。大家都说为什么古老板是带小秘书去？你知道他们两个真的是，我们两个还没认识，他们两个感情就超好的，应该认识城邦很久的人都会知道。对，所以就是问我会吃醋吗？就是。完全不会啊，就没什么好吃醋的。就是小秘书人真的，小秘书有人啊，对不对？对啊，就是有总经理啊，陈炫都不直播的啊，不然我现在在干嘛？对啊，还凶我们啊？不，现在是那个官方吗？对啊，对啊，看一下上面这，看一下这个什么 xy.chen 哦，啊，不，我就卖送啥？有啦，就是我们也没有固定。定时间，但如果真的很想跟大家聊些什么的话，还是就像今天我们也是，就是走走就想说，不然我们来跟大家聊天，不然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的感觉。老板下次带你去欧洲，哇，这么好！我们先去欧洲看见面会吧。我们可以敲碗公费吗？就好想，我也好想去欧洲哦。乔姐，乔姐今天就没有出现，没有她潜水在里面。没有出现，这两个人又在要乱讲话，要干嘛？对，我来看一下现在有谁在里面。好，真的没有乔姐，乔姐最近对，因为乔姐就是最近身兼多职，对，身兼多职。看一下公费约会，相亲好拍，还好吧？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没错，偷偷问两位。会说台语吗？会啊，会啊，我们台语都超好的。算我是幼稚园前是阿公阿妈带的，在宜兰，对，所以他们就是都讲台语，然后我是因为我在大学之前我都在嘉义，然后我阿公阿妈也都是讲台语，就是我们家基本上到家里面都是讲台语。哦，你妈也是讲台语？嗯，我跟你讲很酷，很多人觉得就是我。中文发音跟国语发音很好，但其实我一直到上学前，就是上幼儿园的之前，我才开始学讲中文，因为整个家庭环境在家里面就是讲台语，就是我到学校，老师那时候就说，哎，不行，要讲开始正音这样，对。嘉义人不会，嘉义玉米啊，哎，但他过年没有开。哦，真的有嘉义玉米啊！嘉义有烤玉米，而且不止一家，就蛮多家那一种沙茶，上面会用沙茶。对，你知道嘉义民族很贵吗？不可能。火鸡肉饭啊！改天再带你来嘉义玩。我们那时候原本可以去台南玩，对，超期待，但后来就卡住。对，卡住，我们宣传太多了。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去台南玩，然后嘉义，我可以嘉义玩下去吧。我也好想去高雄，哎，高雄我也超喜欢。对啊，玄宇中文发音很好听，阿公阿妈带大的台语好像都不错。对，因为应该说小时候学习能力很强，然后你又在这个环境底下，你就耳濡目染。就是你也不用刻意去学，你就会讲，也不知道什么。人说那可以旅游直播吗？当然没问题啊。如果真的是每天播都没问题。对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跑去世界，不是，就是我们先从台湾开始嘛，去玩，然后去，其实我们两个蛮爱玩的，对。但是有的东西又像有时候我们出去也。没有开直播，或者是没有跟大家讲，是因为我们就那天其实真的也没干嘛，然后就在分享我们自己的事情，聊我们自己的天，然后这种时候开直播或是跟大家讲也很奇怪，对吧？去看黄色小鸭哦，好像人超多的。对，黄色小鸭欢迎你，但他只到月底，我们好像来不及耶。才山猴子。谢谢哦，这跟我们抢手机吃。对，谢谢柴山的猴子。那被猴子好像真的蛮凶，要不要一起走妈祖绕境？我知道韦恩好像会有去走过妈祖绕境，有没有？哦，他之前有跟我分享过，但因为我但好像蛮好玩，嗯，这样会蛮辛苦的。这几天不断看你们玩游戏，城邦超强，大家看过过年的那个特别节目了吧？就是点点甲三挖工，就是他本人，真的蛮厉害的，玩那什么阿米巴。哦，还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玩、我也是第一次玩。我以为萧红之前教过你，他教过我，但是我一听那个规则太复杂，就我飘走，我就自己飘走，然后他就自己玩的啊、对，其实那时候听规则我们有点听不懂他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实际后玩的时候才懂。对，最后的青蛙，我没有很强，我很后面你也蛮强的、你也蛮强。我后面就是乱掉了，直接阿米巴到不行。然后明天夫妇好像也会有新的影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夫妇会上我们 V8， 在我那个真的是巨久前，对，很久前，巨久前，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世纪。喂，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那个发布会对结束的时候录的，所以相信大家应该如果看明天的 V8 的影片，会发现哦不一样的。对，你会看到更青涩的我们。然后我只能说，我们玩游戏也没有在厉害的啦。然后也是真，我觉得幸好我们，因为之前就已经真的有培养很多的默契，所以我们很多默契的部分，我们真的是还蛮厉害，真的。嗯，而且比如说猜身体啊，猜什么，我不能再说了，这是真的是暴雷了。可是反正明天你们就看到了。然后还故意帮那个胡老板还是光头状态，每一次哦，对，头发都长出来了。什么时候跟夫妇一起出去玩？这一集哦，出去玩这件事情，那时候有答应你们嘛？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对，然后什么时候会看到结果，就再期待一下，再期待一下。好害怕讲太多什么？最有默契了 ，V8 一起很吵，好喜欢，真的，我没办法想象，如果因为大家都敲碗团综，但这个就真的还不知道。但是如果就真的未来有，譬如说还是说一起录影的机会的话，没办法可以控制我们。在想着日本，哦，对，我们日本之旅应该会吵翻。好期待哦！好想去，什么时候还会有两人的 vlog？ 因为其实我们宣传的东西一直还有很多，然后我们就一直刚好也两个人也都有各自的工作在忙，然后约出来我们就只想要好好的聊天什么的。就我不要去爬山，你现在约我，我不要去爬山。就没有想要做其他事情，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或者是像今天这样子也，我觉得怕这 vlog 会超无聊的，所以就也没有特别的去要说，我们要不要来拍什么的？对。但因为每个月不管是官方还是我们像夫妇啊，这个月有夫妇，然后下个月也还会有东西，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时候先。不拍 vlog， 我记得还有一则 vlog 还在等哦，我知道他说什么了。好，我们聊完了。我知道。好好玩哦！哇，就是很厉害。对，大家我们真的不能欠你们东西耶！真的都在听，都在看，大家真是哦，那个东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会有的。好，说悄悄话，没关系，你们愿意跟我们分享一般生活化的日常，我们就很开心了。就刚好跟我们的戏很像，就我觉得很多，就我们不太，我相信不管是哪对情侣都是，就是日常应该还是大于那些节日啊，还是什么。就是我也很喜欢我们很日常的状态。对，那当然，因为我是一个爱过节日的人，所以我就会拉着他说：“哎，今天是什么什么节？”然后刚好我们今天也都在台北，也都回来台北了。对啊。我们经常说悄悄话，怎样？好啦，那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因为时间好晚了。对啊，明天大家还要开工。嗯，我们也要开工。对，哎，对，我们也要开工。对，我明天是有工作的。我好期待明天的工作。明天感觉也是吗？好啦。跟我们自然相处就很棒了，对。明天，好，我们等那台车经过，然后它经过了。明天大家开工顺利，开工顺利，没错。开学顺顺利利，嗯，开学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yeah, 新年快乐，龙年吉祥。不可能现在还要逼我们讲龙年吉祥话吧？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大致上录 V8已经把龙年吉祥话丢出来，对，不要再逼我们了，没有了。对啦，情人节快乐！啊，对对对对，就忘记对对，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大家开工快乐喽，然后。希望大家我们2月20的书展，希望可以见到大家。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3月16一起看的特映会，目前距离要开设的那个名额快到了，我们还差9个，所以如果你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你有能力支持我们的，就再请你支持我们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在3月16号跟大家见面。然后还有4月27号的日本见面会，对，如果你是在日本的朋友，也很期待那天我们可以在日本相见。我明天记得有夫妇的影片看一下，我也不知道我们那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我只知道很好笑，很好玩，有够闹，真的胡闹。截图时间，哎呦，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大家都没截图吗？啊，因为我们截个小图。好，100分，举报分，2月20见，2月20见，对，日本见，情人节快乐，你们要近点，我们刚脸都靠到脸了，拜托。好啦。那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拜拜喽！阿北要去睡觉了，我们明天有工作。拜拜。直播流吗？考虑看看。大家拜拜。睡觉喽。拜拜。